정도! 爱情，准备好了吗？ 跟我来。 真羡慕你啊！我就求教授带我出去一趟，结果一切归零。我除了熬时间，还能做什么？你这次想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。去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，你一点都不兴奋吗？ 我脑子很乱，可能要去的是个遥远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注射一些身体抗生素，维持身体机能。这些药剂呢，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。张姨，我们很熟吗？当然，咱们俩是最好的朋友，从小一块长大的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 我就是觉得脑子有点乱，这儿还有一颗，你先到抽烟室等我。 快走吧！
一号舱准备完毕。二号舱准备完毕。三号舱准备完毕。四号舱准备完毕。五号舱准备完毕。六号舱准备完毕。七号舱准备完毕。旅途愉快，等你回来。八号舱准备完毕。九号舱准备完毕。十号舱准备完毕。客舱准备完毕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随我们的盗贼已经走了，要有无辜的人遭殃了。法师，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很远，我们能保护的只有我们自己。法师，我们有这么多士兵，可以保护那些无辜的人。Thank you.
是佛教用器，吉祥八宝之一。如果在古代你用它，古人会认为你有神灵保佑，不会对你产生怀疑。它的射程约15米，可以发射30次，被击中的人会陷入8到10小时的深度昏迷。我进来了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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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主要是抓我，跟你没关系的，一会儿你就赶快跑啊！南无布达呀，南无达尔巴呀，南无萨姆达呀。你跟他们说什么呢？我劝他们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哎呀，你跟他们说这些管什么用啊？等一会儿，你看我把金刚杵举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往那边跑，说不定还能跑出去。 受伤了，我受伤了吗？我刚刚明明看到你腿上有剑啊，就过来救你了。你看错了，你救我，怎么救我？念经吗？
你还真念经啊你！这会儿你倒是挺听话的，快点！好吧，好吧，就让我们同生共死吧。好，同生共死。 我叫爱晴，你呢？我叫若吉波。啊？我叫若吉波。你叫若吉波？法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以后这种事交给坤沙去做。知道了。哦，法师，这位就是刚刚救我的那位女子。法师好。 叫巴图尔，他不咬人的。法师，你怎么了？谢谢你救了小法师。没有，是他救了我。法师，她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子了。 法师，所有匪徒清剿完毕，现在可以进村庄了。小法师，法杖。谢谢。哦，这位是坤沙将军。 怎么那么严肃啊？其实他人挺好的。停住！你们要把他们弄哪儿去啊？他们不是死了吗？我们去把他们埋了。他们没死，半天以后他们就会醒过来。你们得找绳子把他们绑起来。你是说，你的法器可以制服人，却不伤人性命？对啊，他们只是晕过去了。 去吧，走吧。走。你有如此殊胜之物，一定来历不凡，是从何而来？啊，你先告诉我，我们现在在哪儿？你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？哦，我一个人走迷路了。哦，此地。 已经过了Jasher，再走几天就到了乌索尔。Jasher，乌索。那你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是屈子人，我们要去屈子。天哪，屈子，玉兹，玉兹，是稀土最富庶的国家。 是玉兹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吧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你是从何而来？你猜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还没记住啊？我叫若吉波。
哦，我记住了，若吉波。此子天资不凡，佛缘广大，因好好守护，不至35岁仍能守戒，必能修成正果，普度众生。如若破戒，定历经生死。 杀戮了！这些人不能留，让他们起誓，从此不再杀戮，给他们一次机会。你相信他们有悔过之心吗？我们能救这些村民，为什么就不能救他们呢？他们是恶人，必须杀。 你是谁？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，走开！昆沙将军，让他说。我们没有权利和资格决定他人的生死，他们是做了坏事，应该受到惩罚。可惩罚他们的，应该是按照国家的律法来执行，只有这样才能警示众人。有道理，小法师。 你难道要带着这群强盗回狱资吗？他们不但会消耗咱们的粮食和水，还会找机会杀了咱们。可是，他们已经悔过了。你相信他们的话吗？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能信呢？好了好了，昆沙将军，天色已晚，我们就在这村子上歇息一夜，明日再商议吧。先把他们压下去。 你们不吃吗？我们是出家人，早已养成了过午不食的习惯。姑娘，你多久没吃饭了？我也想不起来，我多久没吃这些东西了。 姑娘，你准备去哪里啊？我要去雨姿，你们能带上我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太好了。法师，可以吗？法师，他是汉人，我想跟他学汉话，之前都是跟你和昆沙将军学，他说的比你们好多了，咱们就带上他吧。 谢谢法师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什么？他们说要祭奠他们死去的亲人。看见了吧？就算我不杀他们，他们一样还是会死。这就是他们的报应。冤冤相报，以命夺命，这样的罪孽哪里有尽头啊！杀人了！白天，你们的同伴被这些强盗杀戮残害，你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忙，只顾自己逃命。现在到了晚上，这些盗贼没有反抗能力了，你们却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你们这样和这些盗贼有什么两样？他们让村民失去了亲人。难道我们要让更多人失去亲人吗？要不是你手上的法器，你早就被他们给杀了。他们是强盗，你还替他们说话？他们可以杀我，我不能因为他们想杀我，我就要杀他们。我不是盗贼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知道善恶是非，更知道生命的宝贵。并非只有恶才能止住恶，善同样可以止恶。对，以善止恶。恶就是恶，恶人就是恶人，恶人就该被杀。你留着他们，哪天他们回来只会害更多的人。谁生来就是恶人，也没有谁生来就想做恶人，是不平等的出身，不平等的生存环境让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谁不想过丰衣足食的生活？谁不想过有尊严的生活？可这样无休止的杀戮只会让人们内心深处那一点点的善良变得消失，甚至消亡。人失去了善良就会失去信任，如果没有了信任，我们如何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？如果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善良去宽容他人、信任他人，那善良就会一点点被放大，一点点被传播，那样我们生存的世界就会慢慢变得美好起来，一个没有战乱、没有纷争的世界就会出现。没有纷争，没有战乱，宁静祥和的世界。就算今天他们能活，明天我们一上路，他们还是得死。那我们明日就带他们一起上路。我相信，只要用心度化他们，他们定能弃恶从善。Namaskara, Ahon Lajiva, Uzi Wasim。再见法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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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法师。是，你想好了吗？明天你要带着这四个盗贼一起跟咱们上路，万一路上出点闪失，你让我怎么跟国王交代？无论发生什么，都由我来承担。小法师，带上他们四人。谢谢法师。法师，带上他们。哎，他们刚才为什么那么虔信的膜拜你啊？你是谁？你跟他们说了什么？你快告诉我呀！我跟他们说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
你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们为什么带着军队出游啊？因为西土各国间都是成百上千里无草无水的荒漠，无人管辖，盗贼横行，我们又携有大量珍贵的佛经、佛像，还有舍利，所以需要他们帮忙。看他们的样子像正规军，你不会跟王室有关系吧？我只是个僧人。那也不是个普通的僧人。不愿意说算了。站住！你看，我们本是两行平行的脚印，无论如何都不会交集，但因为机缘重合到了一块儿，好玩吧？我倒是觉得，我们相遇是佛祖之意。笑什么？这么深沉的话从一个小孩嘴里说出来，我实在忍不住想笑。我不是小孩了。在我眼里你就是个小孩。干什么？站起来！起来！快点走！站起来！我们走吧。走走。天象怪异，必有不祥。多少缘分的蹉跎。